这个思路就很怪异了。不带风暴聚集了吗？现在。不过塞拉斯思路，说实话还有点尴尬。这里可以直接追着他打的，但是塞拉斯那个谁给他加速，上面给他加速实在没用。红马要抢二了，可以稍微前压一点。 就目前这个版本来看，我是要憋这个装备的，憋个装备，你前期做鞋子。小心，这叫学会用夹子，学会用夹子，肯定要拿下。那女警的压制力也要拿出来啊！像你们像双 ADC 这边娜美叫侠，侠一级就不强，然后娜美叫W一交，你们双方起来才有一个那种主动性的发力，所以说你。 而且在 A 的时候记得利用好夹子，你看侠被我踩了个夹子，直接被我打了半血。好，这里有个卡斯野夹，记得拉开，他可能会一闪。哇，非常可惜，但他还是被毒死了。拿下一个助攻。 剑圣刚才杀了我们，看见了，过来别急，老鼠去游走，娜美也去帮忙，夹子，主要是过来也没用啊，你他妈抬也被别人打断了，你是过来过来，过来又怎么用呢？哎，被倒钩拉到了，我，可惜塞拉斯没拉到，拉到可以把剑圣拿下。 这里没什么办法的呀，他治疗，我要推线了呀，我要压线。老鼠是什么？直接攻速鞋吗？伤害不够了就。 先给队友点信号，如果这队友来不了，就无所谓。现在这个拉住，但我这波有治疗，看怎么说。火速出击，现在在的，这波不能打，这波不能打。现在在，这个老鼠，在上吧的呀。啊，拉扯不了一点。 你们可以看到，我没有急着买攻速鞋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把双方没有那种，都不是应付。你要的是伤害，你拉扯没有用，你伤害不够的话，拉扯不了。哎，真的是哎。先拿一个人头，夹子，你看，学会夹子分后路啊。 这波是为什么敢打呢？因为匣子没大，娜美没六啊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以打，提前先打个埋伏。但我这波得推，这线得推，就算剑圣可能在，我也得推。你不推，进不了塔，这波血亏。他们这样，他们其实下路没拿到什么优势。爆一下，往后拉 ，Q， 主要就是那个推线，再 A 接夹子 ，A 接 E， 拉开距离，不让匣追着你点，再接 Q， 吃掉这车，往上拉。哎，他毕竟有娜美，很烦的。这
你们纳闷我一打二就很亏啊，纳闷加个 E 什么的，先狙一下，狙下点血量，老鼠隐身了，这波说实话不太能打，瑕疵有大的。 A， 走位，嗯，纳美开大，没事，一、e、接 Q， 闪现拉开距离，回头顶一下，他想换我不跟他换，你看思路要清晰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对面会做什么，再接 Q， 拿下人头，你看，思路就是要清晰，霞的装备很好的，难切了，根本闲不下来。 毫不费力，这俩给上，这个人得死。再拿个，哎，毒死了。结果我拿了两个助攻，还可以。然后这波我们不知道剑圣位置，说实话有点伤，这个渡城不敢推呀、啊，我们走吧，这样。因为对面霞有大，上一波霞是没大的，知道吧？上一波霞并没有大。 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，就是我很烦，一直在一打二。那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啊，我这出不了这条线。纳美出帝国了，我更难打。这比坐在办公室里强多了。嗯，如果我能先手把这个蓝切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将掌握主动权，而且。 没倒钩了，草木之力，哎，接Q，夹子，我操，现在不敢带了，因为对面有剑圣，但我觉得他剑圣不会再下，剑圣在先锋，对呀，剑圣大概率在先锋，他不会再下，所以我可以大胆一点。 直接狂奔拿下，夹子，哎，他妈的，那这样的话，我的这个剑圣飞机好像没看见的呀，飞机好像是看不太见了的呀。注意霞又大哦。 我操，小龙，这里打他一手，桶子三连桶，没连上。你看他的装备，其实我说实话，他就是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系我感觉没起力气发育输，不知道。这里直接不要怂。 练不到交闪，团长，一下，黑掉筒子，再一下筒子，走位，躲下技能，小心阿离摆个夹子，你看剑圣是没闪的，对不对？是环境，嗯，敢不敢操作？你要学会这样操作，这个塔下压人啊，看到没有？女警压人塔下就是这样压的，我直接夹子一摆，直接把他打残。 哎，这老鼠走过去送，船长还开个大招，为什么？这老鼠怎么走到那个巢里面送船长了？剪掉，送柴童子，剪掉，W， 是不是送柴童子的呀？<笑>身上1000多块，你看剑圣。
我们这里也是 A 再 A， 那就这样吧，现在没大了呀，治疗给上夹子接 Q A 接 E， 没办法，我这 E 到小兵了，我要死了，傻切拉开不给他开大招，还是中了吗？有点捞，很难受。 没办法，这波剑圣出我，我只能够把那个船长换掉。有金身吗？哎，也是死了。哎，完了，我死了，完了！哎妈的，剑圣处理不掉了呀！ 打了呀，啊！兄弟们，我很难受啊。怎么说？这感觉不太能顶得住啊！啊！操！还好有盾弓，不然我人没了。 真的还好，我的盾弓不让我人没了。我队友连 A 筒子都不会的呢，这个船长在我面前一个筒子都 A 不出来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船长在我面前是 A 不到筒子的，但是在我队友面前筒子疯狂的爆着呢，爆不停。我miss。 在干嘛？诺手游在干嘛？等线嘛，啥没闪？现在上了呀，还好。 我们撤到现在上，赶紧下个发育一下，撤掉了。这个霞，说实话我也不太能处理得掉。再带一波回家小庄稼，把那个断电卖了。这没有。 我的妈，幸亏有盾弓呢，真的，是不是？我幸亏有这个盾弓，不然我已经被剑圣秒掉了。我得走，小心阿离。真的，还好有这个盾弓，兄弟们，不然剑圣杀完我，刷新技能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太他妈难受了。 唐风可能要卖了的呀，我这一炸又是一个头。我绝不会容忍不法行为。操刀被断了。
回手加力超级兵。我必须永远派人三步。这把真的超级难打。我可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大龙不能丢了，来人啊！小龙丢了就让大龙的吧。别往这过，这里过很危险。来大龙了，来大龙了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我来卡，没事，我有吸血。这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捉金的话，这一下过去是不是人家给人点傻了？500的攻击力。火速出击！我回家吧，姐。我回吧。只能我回了，我不回船长拆瓦了。就是我不回船长拆瓦了。能翻盘吗，大家？我感觉如果这方面我是无尽的话，我伤害会更恐怖的，但是狂风有轮错，所以我没舍得一波了，圣格纳美直接一波了，翻盘了，怎么说呀？你看刚刚那波在大龙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我一 v 四啊，对不对？我一 v 四很关键的。